Hello， 朋友哥，我是风破。我们将玩的就是 Minecraft， 没错。然后我们要玩的是等一下，它不在上面，它在下面。我们玩的就是这个叫 Anti Dropper。然后我想你们应该基本上都知道了。然后我简单一下，好，确定一下它的版本不是对的， 1.11.2。然后大致上，国内、国外都有人玩过。然后我就不多说些什么。Anti 就是指相反。然后就是你们之前有人讲过叫逆坠落，嘿，好了，然后我就先检查一下正常的情况下我的它的视野调个10吧，然后亮度调最亮，这边是测试者，好，了解，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制作者，这是饼干吗？不是，好，这边就是嘿他们的名字，然后小电视。你所需要的这些就是你在事前所需要做的那些选项。Can you guess the music title at the start of each level？ 你可以猜得到每一首在每个关卡开头放的音乐的名称吗 ？Watch the trailer on YouTube 哦，你可以看那个它的预告片，不是宣传片，在这个张地图的宣传片在 YouTube 的那个频道上面。这张地图是来让单人游玩的，它也可以多人游玩。请注意 ，the more you lag, the less high you fly. Less high you fly with the mission is a bug. 什么？太累个之类的吗？啊，就开始了。要准备开始关卡的话，你必须你必须按下那个蹲下的按钮，就是 Shift 啦，应该是。试试看，在这个教学，然后并且飞到最上方，按下 Upper button to start with the first level. Upper。Gosh, this is a coins, sunflower texture. 就是它初始材质爆发会是向日葵的样子。他说你会获得一枚硬币，在它会有一枚硬币藏在每一关里面，找到所有的硬币来解锁某个东西。好，了解了。好。这边还蛮贴心的嘛，直接一开始就跟你讲说只有这一关哦。好了，这关是树叶吗？等下那一首我好像有什么印象。Gosh， 好快，好快！可是我也不会死掉，不是吗？Shoot！ 看来不行啊，这个非得……哦，这有时间限制的，好吧。Jump， 好，这样就是一关了，是不是？好，那个用这张纸 ，use me， 丢它吗？啊，哦，按右键，使用啊，这个胡萝卜吊杆是可以回到 lobby， 就是这里，就会被动，然后回，啊，这个是直接让你死掉，好，这个很明显就是超级马里奥世界，好，不要再多说了。现在那个什么麦块的那方块技术真是有夸张。那个在 NTW 在那边弄的时候，看，超
超级马里奥，这不用讲了。刚啊，一开始第一关那个是不是那个什么 Unity 啊？不是很有印象，可是可能是哦。啊！上去！糟了！No！ 等，有发现。Gosh， 我这个是没有。Gosh， 好吧。我想不起来当时的那个。当时那个洞，那个洞，啊！维护。Gosh， 每次都拿不到那个。Yes。啊，糟糕！果然是会这样子，要做到必要，这是必要的牺牲啊！啊，这个就是桃子公主，也是蛮会怪的。好嘞，耶！这个是什么呢？哎，这不会是跑酷吧？不要哦！等一下，这首是……真的？哎，等一下，这不是吧？这个是那个……《行星进行曲》的音乐。Gosh！他只有四个音符啊！啊，太快！啊！太快！听着屁！要用这样的方式吃 ，yes。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啊。而且音乐只有这样子，我要另外再找 BGM 呢。啊，为什么？错，爆了！哎，为什么？我要跳，还有点跑酷意味，是不是？好。怎么可能呢？嗯？这跑上去了吗？好，过来。好了。好，这原来是地球跟月亮。那个是星星的意思哦，这是什么？哪里过来？这首我真的不知道，能够了解的话，请跟我说一下，谢谢。我真的不知道这一首了。哎呀，这个地方还蛮漂亮的。啊，不对啊！阿江花现在都葵在哪里？那里？可恶，他的黄色区块，哦，原来是搞这一套的啊！哈 ，Gosh！
还，等等。OK，好了，你看，死了啦，这OK，Yes，哦，一次就破了好多关哦，感觉很爽。好，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表情符号是不是我在红白刀桌上已经有看过？什么 emote 的符号是不是那样念？这是什么符？哦，好，我看懂了。我不懂，这时候我也不懂。啊、我大概了解这是什么了。这个是啊，他要按。我看到很好。这个16什么意思？好了，不要让我漂浮了，我要怎么下来？差一点。好了，可以自杀了。好，再来一次。哎呀！很好。快！什么失败？差一秒！这个小。从这里。从这里来，可以，来 ，OK 的 ，OK 的 ，Yes， 好嘞。然后目前为止我收集到几个，有点想不起来。然后目前的话，我想说先玩这五关就好，然后下一次的时候我再去玩剩下来的。嘿，构想其实还不错。也有，我觉得就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它跟初始的 Dropper 的怎么讲，构造上那个创意上是异曲同工，基本上是异曲同工之妙了。就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可是一样都是跟 Drop， 就是完全就是跟坠落这个东西有关系。只不过这个时候另外就是用相反的方式呈现罢了。好了，这是一款不错的地图。玩的蛮嗨的，大家也可以试试看。然后今天就这样子，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See you。